现在请蒋月慧蒋议员开始。想请一下农业处哈，这个时间暂停哈，蒋议员，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蒋议员，主席问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议长好跟县长好。那请问一下，议长在这里吗？县长在这里吗？因为你坐的位置是议长啊，那个牌子是写议长啊。你有点理解、我不是议长好吗？议长在这里吗？县长牌子写的，你坐的位置是议长的位置。请你遵守议事规则，请你遵守会议会农权处县政公司土地为农业区内，只根据都市计划法29条，那个农业及农业相关适用来使用，使村民。录音室的人员请消音。把声音打开，蒋议员，很简单的事情哈，请你遵守议事规则、议会记录，在议场里面不要有任何的脱序行为，请你约束你自己的一个行为。时间请继续。没有经过主席的同意是不得发言的，只要蒋议员发言的时间，他有讲话的时间，就把声音关掉，本席裁定。现在蒋议员离开议场哈，现在我们请第二位议员宋丽华宋议员进行质询，时间15分钟。